狗狗的善良或许在人类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有目共睹，它们不仅是人类的好帮手，甚至在很多的时候都能够展现出比人类更有人性的一面。养人不如养狗，或许这句话也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大家好，我是狗哥，欢迎回到狗狗频道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这只暖心的狗狗与金鱼的故事。在日前，一只来自中国的金金就在网络上火了一把，原因无他，正是因为金金展现出来的善良模样。当时主人刚买回来了两只宠物金鱼，由于还没有购买大鱼缸，只能将金鱼先放在一个小盆里。没想到家里的调皮猫咪在见状之后，竟然好奇地将小鱼抓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善良的主角阿金就像英雄一样的出现了。只见阿金先是用谴责的表情看着猫咪，然后温柔的一口将小鱼含在了嘴里，慢慢的将它放回了鱼缸。在确认小鱼平安无事之后，金金才安心的离去。真的不愧是狗界的暖男无误了。对于能够亲眼目睹这一幕，网友也是纷纷的表示，狗狗什么都懂，真的是太有灵性，太善良了。那么对此你们有怎样的看法呢？我是狗哥，我们下期见。